OK， 现在我本身我想介绍的这个产品呢，爱多美的这个纯裂线保健品，就是我本身个人的问题，因为我以前我没有用这个产品的时候，我小便的时候我会分叉，有泡沫，然后没有力度，会跟它嘎叽了，那个尿会跟它嘎叽了，所以我用了这个产品，就是前列腺保健品，我用了三罐，然后你们一定要穿这个一起测啊，这个红绳蛋，一定要穿这个，所以这个是一条一条的，一天一条，早上跟这个一粒，跟这个一粒，我是 before food 测的啦，早上啦，OK， 所以我测了这个三罐，这个三盒啊，我的那个问题真的是改变，真的解决，然后我尿尿的时候呢不会分叉，这个是重点，不会分叉，然后也没有泡沫。也没有泡沫，然后我会那个尿液色很远了，也没看到色很远，只是看到了效果了，因为本身我以前我没有用的时候，就是没有人介绍我，所以我就应就是可以讲应说它一贯来试了，然后这个产品是告诉我，它是有效的，它是真的是有效的，因为我现在改善很多，然后我继续还在测住的，我还在 order 在测住的，因为又不是好了就停止了，所以我们要缅甸的，我们要缅甸就，所以缅甸的话哦。 你会看到它的效果会很好，所以我已经改变我的三个，就是效果就是不会分叉，没有泡沫，会射很远。所以我们尿尿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男生会等很久，但是现在，就是那个拉链拉下来，嘿，就出了那个拉链，就是有效果了，有效果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